说大家马上上人质收得掉、欸，我没有看到攀登在哪，可是重点是旁边，他是旁边那个，而且旁边那个赵信跟伊芙琳直接过来。赵信是我晕倒还蛮好看的啦，只是那个位置，我觉得完全晕倒。他真跳了，哇了，被骂吗？我真的觉得刚他那大兵的出去，我整个心都凉了。只是开打门，他两个觉得那只是表面啊，因为那个赵信马上就可以上，伊芙琳其实也都在，所以雷兹才会那么前面，他就是故意要卖啊，雷他装备全部都出坦装，哇！你们不要太前面了、啊，哎、欸，他不吃冰，他来吃，我吃，我也很开心。他其实是潘森先被抓掉，是哦，我是不能看到前面、没有，因为潘森要秒想说把那个雷兹收掉，就他没有想到摩甘娜先 Q 他 Q 中，没有，那就是因为那个艾希开战了、啊，因为那只大兵是真的不该放，我们就少一个人，开的漂亮，再怎么漂亮也是四打五啊，是没错啦。伊瑞利亚决定跟着我们。你是红脸，你说，可是我们想开啊。冰剑扣子，他会给你。他被抓，那我们有帮忙杀了，等一下，换到。没关系，顺路把中塔推掉。意思是说，全部都来抓我跟伊瑞利亚，为什么他会死掉？没有，有两只在我们这。好。然后艾希太慢打了。没有，艾希打我这边。他打你们那边，可是他没有过来我们这，因为潘森走在前面，他被赵信抓，然后我马上就跟他一起打，可是。马上就升级了是吗？对。然后他们 AD 也在这里这样子。忘了他们另一只谁？所以就一换一，都好。随便啊，决定我想要出兵仗。可以啊。哇，他们好不留情，什么招都往我身上砸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抢蓝，他应该不会抢蓝，他只是要管束而已。欸，你生气了、哦？没有生气啊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这个也要生气？那大家可能有刚刚说爱心，我只是就很纳闷，就是干嘛要打？
没有嘛，就他觉得可以打，可是其实我也觉得那边可以打，只是我们位置不是很好，应该是说队友的位置不是很好。而且重点其实是因为是雷兹，因为他就是坦，雷兹真的就很坦，真的很受太屌。嗯，因为他就是来卖啦、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玩雷兹啊，就是被抓，被迫需要抓我。哇，那边有红眼，擦不了眼。看，像这样飙起来。关我屁事啊！哎、欸，又好猛哦、喔！有点好笑。哎、欸，这是最不容易 miss 的吧？只有我，我不想赢。可以陪我去猜眼吗？这里是那边是红眼，你先帮我猜，我猜眼。哦，没有眼，算了。怎么了嘛？哎、欸，你缺拉齿吗？啊，我可以远远打。你缺的，这你想哦。我走，你走。宝贝牙啦！我讲那边。那太快了吧！说不要，不听我的话，没有眼啊。我觉得感觉很黑。完了，那个、啊、吃完了。他跟摩甘娜那个打冲超快，然后我挡不住，感受得到。烦了，啊，又下水饺了。No！ 哈哈，吃鸡。No！ 别人想闹啊！太好笑了、欸。你要不要硬猜、欸？因为最肥一位还有20几秒，来、欸、猜一下。加速！不行！太好笑了！就说哈！哈哈！哪里？系列对战更新，进行系列对战的过程，不是诺巴。不是哇，他要骂你了。我靠，快我伤害好歹也最高哎、欸、算了，不该追。你刚刚的确不该在那边死，我就跟你讲。对啊，可是我啊，比啊，嗯，那个概念真的太酷了。哎、欸，好歹雷兹我也是压他的，可是他还是去别边滚来滚去，也没有很肥啊他。来跟我吵。妈啊！确实啊，那个伊芙琳真的很会 gank， 各种奇妙的地方冲出来，可以不要再加我好友了吗？我没有骂脏话，我只是觉得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子。伊芙琳真是太肥了、啊。我觉得伊芙琳其实还好，因为比肥的话。这是我们的伊瑞利亚比较可怕，可是打不过、啊。
不会打不过，只是我们刚刚属于下水找状态。